没放马过来，好不好？我准备好了。刚那个耍狠，再来一段吗？最好听啊！来，刚已经录过了。我没有录到。我没有录到，对不起。最好听啊！开始吗？哎，我要三二一吗？好，直接开始就可以了。最好听，弄死我啊！啊，好不好？等你啊！还要哭？好，来，现在开始观察喽。你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随时好不好？我一直等你们玩我，我等到前面来一点停。通关前，前面有一个热小热身，你要先达成。嗯，要先做满36种不同姿势的俯卧撑。这是暖身。啊，直接先真惩罚好不好？你不是说你们玩死这个吗？我死你吗？快点。36种。36种，对。脱外套啊，裤子要不要一起脱一脱？穿着外套比较帅。怎么可以让你这么轻易就曲终留缘？36个外套啦，不是36，它是36种，36种，对，包含单手啊，或是一只手指头的都。倒立，对之类的，你都要达成，才可以通过这个这种。我不是没玩过。先来个基本的啊。一下就可以，一下可以，这样太轻松了啦。这样也算一种，好，这样也可以了。单手来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不是，对，单手来一下，用手，好，等一下，你上手还有啊，这第二手而已，快抽筋了。好，这第三手，听到咔咔咔，我也听到了。第三手，你手要摆一个爱心放在地上做爱心。哦，手摆爱心。对，大拇指爱心，好，坐。好了，这么高。OK， 赞。还不需要代打是不是？好，来那个双手，这样，双手张开。再开，好，来一下，下去，上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下一种哈，来，这是海豚式，啊，海豚式，来，你讲，海豚式，特别过来吗？哦，好标准哦。开始吗？如果八个人，你们牵线。哦。我爱你，啊，下一道了，都别了，等下。我觉得他这个有开呀，这个开了，这六种就不好看的了。最后第三种，后面也不用玩了。好吧，那聊了他。那我们的游戏呢，就在这儿了。他的游戏是虎胆妙算，然后游戏规则就是通往新娘房的走廊。因为那明边那个。上面都有，永和路一段72巷永和路一段72巷6号6楼，六楼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我大概懂第一个的意思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是叫我闭嘴，不要闹。好，没有。我耳聋了，就像看电影一样，我看不到。对，我要这边。早念的时间是让你准备。啊，我等了。非常热情。先暖身一下啊！刚刚很够，我头脚快抽筋。我刚刚这样咔咔咔是
还是？不是，是骨头。骨头散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可以。好，那我再念一次哦。通往新娘房的走廊会使用红线拉出各种角度的障碍。二，新郎可观看30秒，不可笔记。我也没有笔啊。30秒后戴上眼罩，原地旋转一圈。因记忆来通过障碍。三，通关时间限制3分钟，可由伴郎团用声音引导。对你够好了、啊。没有用，他直接讲就中奖了。惩罚的部分呢？30秒内通过，要让没有通过要让伴娘自由抓出他喜欢的发型，就是我本人。这样清楚了哈。我觉得你今天很适合庞克头。用抓的。有信心吗？我有信心，一定会被惩罚。好。那好，那你要站在这边，七点那边。等下就看30秒啊。你要专心的记每个人的表情。马表，马表，等一下，帮你计时哈。要要要，我去楼下等他。好，准备灭火的事。可以啊，你可以看他灭火啊。没有啊，可以看他灭火啊，很开心哎。不要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看了，开始看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专业的话，没有不能爬过去，不能爬过去。2秒，3秒，好吗？等一下，他的那个喇叭会有警报音，快碰触到线，他碰到他会响警报音，提醒你啊。先记一下，快来讲一下。伴郎团也要记一下。OK。因为等一下又可以用声音导他身体要怎么怎么去通过这样。对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关注，关注，有照，有照，走。这个有没有关，我都觉得有点难度啊。那个头发啊，还没赢之前不可以碰到啊。好吗？好了，那个领导，那个计程车帮我叫一下。计程车帮我叫一下。领导，不要偷看啊！我现在测不到距离，给我们就快。现在带过去转，再牵过去转，再把它牵过来，牵过来。到电梯门口等。哎，我现在帮我带到衣柜旁边的，鞋柜旁边。请你遵守规矩。啊，还有短，等我先。我先确定一下现在方位。哎，没动。来找我先吗？对，找我先。开始了吗？你确定吗？还没开始转。啊？好弱智。我第一人啊。你不要偷吃布哦，有没有一圈？4圈，5圈啊，这是第5圈啊。3圈而已啊。啊？手是在扶吗？没有，可以。我是确认方位，好吧。哪有人这样转的？不好意思，天哪，你完全破坏了规矩。你要用那个，我们是5圈连续，谢谢，没有休息这件事情。旁边七姐帮我拍一下，五圈是啊，1、2、3、4，哦，已经晕了。五，好来。没有，你先手不要碰眼罩，正面在这边。你这样子，我要叫你重新转5圈哦。这是在这边吗？好，手不能往前伸哦，手往前，手都不能碰哦。我撞到一条线，一个人扣200。往前，往前，小心头，低下，好啊，好啊，头蹲下来，对，头，好，这里往前，蹲到底，你的手，走，等下退一点，哇，撞到了，左脚先靠过去，左脚得靠过去，靠过去，左脚，好，下来，走，走，走，摸到，手不能碰，
手不收回来啊。好，右脚右肾是跨，右脚再跨过去，要抬高点。上半身低一点，上半身低一点。好好好，右脚再跨过去，右脚跨高点，右脚再高点，再高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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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高点，拉高点，对对对，你身体啊，身体，身体，头就在厕所，身体往右边斜，往右边斜，斜往下，右下，右下。再下右下右下，再往下右下斜一点。直接爬最下面就全部都。不行，你头要往后，头要往后一点，身体往后一点，再蹲低一点，再蹲低一点，不然会碰到。往后仰啊，对不对？像鸭子一样，快点。好，左脚往前，左脚往前，左脚抬起来，抬起来。快摸，往前伸直，往前伸直，往前伸直。好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对对对对。头再往下低一点，再往下低一点。右脚好，蹲低一点，蹲，把头再胯下，左脚往后抬，左脚往后抬，左脚快重了，再抬高一点，再抬高一点，你这等我吧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看不到了啦，好，往前，你想被抓法才好，再高点，好，抬往前，好，低一点，好下，上半身右边，上半身往右边，右边斜下，右斜下，往前，右斜下。头右边头去顶右边的墙壁，撞墙没关系啦，快点，你不顶会碰到，不顶会碰到。对，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右脚抬起来，左手高一点，左手摸自己的右脚脚跟。这个什么关系？抬高啊，手这么大，你这怎么抬高啊？OK， 你觉得偷偷的都没有线的感觉？有啦，线好不好？快碰到了，根本就屁股连着线。哎，警报器啊，快碰到了，想一下。哪边啊？大家讲一下。屁股啊，你的，对，你现在人站直一点，太高。再蹲到底，哎，扣一波了。好，两只手一起往前，有点往前愉悦的感觉。好，两脚这样子讲。快点哎，对，左胯在后面，左胯在后面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都门口了。好，踩过去，好。OK， 好，你的左脚过就过了，左脚过。好，恶心的鬼。左脚过，抬起来，左脚抬，抬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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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，过了，耶！多发型的啊！哎，你所有的线都掉了没？你所有线都掉了，你看。